我们要先从第六名开始上了，我们先欢迎杨靖宇。欢迎杨靖宇，上周唱出89.7分。大家好，我是靖宇。那靖宇是排名第六嘛？是，对。上周唱出的成绩是89.7分了。对，最近在有练歌吗？有，然后就是除了平常练习，因为我一直在想说，就是在大家这么多人面前唱歌的机会很少，对，所以后来我就想说，那干脆去考街头艺人好了。你也去考了街头艺人？对，我上礼拜去考，不过现在还没有，就是还没有放榜，所以不知道有没有考上。因为我想说，可以借着平常的在街头的表演，然后增加自己的胆量。那结果你考得还顺利吧？去的时候其实整个考试过程我都很享受，可是我的乐手朋友他超紧张。你说洋葱吗？不是乐手朋友是洋葱。不是。是谁？就是外面认识的玩音乐的朋友来帮您当吉他手。对，然后合音这样子，然后他就紧张到完全笑容都是这样僵掉，对，很尴尬，因为是你在考，又不是他在考。可是我们是一个 team， 对，所以我们要一起表现的好，才有可能会过。是，对。然后后来我就想到，哇，之前制作单位给我的鼓励，我就跟他讲说，紧张是我们考试前的事情，我们现在该做的就是享受舞台啊。对对，然后我就这样跟他讲，他好像也真的对，准备这么久，不可以输给紧张，对不对？没错。尤其在这个舞台之后克服紧张，到外面都应该可以克服了。对呀、啊。今天带来哪首歌？今天带来一首很墨玉的歌。很墨玉的歌，就是亲手女的。一定跟黑有关系吗？对，歌名有一个黑。好，是吗？叫什么歌？夜太黑。哎呦，真的被我蒙中了，因为我们就叫黑寡妇。夜太黑。